这是一个制作毕业海报的现场。在校生三年级想要对大哥哥大姐姐说一些话，来，你想说什么呢？希望大哥哥大姐姐从国中毕业，希望他们能考到很好的高分。很好，佳欣。希望大哥哥大姐姐平安健康，每天都快乐。我希望大哥哥大姐姐一路顺风，也可以考上大学，希望他们平安快乐。我祝大哥哥大姐姐毕业快乐。我希望大哥哥大姐姐学业进步，毕业快乐。希望大哥哥大姐姐能考到高中、国中，还有那有听过吗？大哥哥大姐姐可以考到很好的大学。哇，你们好棒哦！你们都在做毕业海报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们有什么话要对即将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说呢？谢谢大哥哥大姐姐把我们到乐色推餐车，我们永远爱你。班长呢？谢谢大哥哥大姐姐每天帮我们做资源回收，爱你哦。天怡，祝大哥哥大姐姐毕业快乐。还有呢？大哥哥大姐姐救命！哇，他们要毕业，你们都很舍不得，对不对？那跟大哥哥大姐姐说，回来要看我们。